你这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哎呦，啊，你这样子啊，人就穿到这样子水着，我当然嘛要翕一张纪念一下啊。啊，若不是咱即摆较低调，我早就上传 IG 啊，这相片哦绝对人气足悬的。来啦，咱来自拍一下。自拍的头啦！你去把迄张相片洗过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伊啦。 你莫这敏感好无啦？我唔是敏感好无？我是种爱药的。哎，你爱知影呢，石阿公已经死啊，我煞来代替伊。哦，我一受伤，我着规身躯拢去鸡母皮啊啦。啊，死就死啊嘛，无我当做怪啊。啊，石阿公讲话拢已经串头好势啊，你只要代替伊签送单，真正三下字，互婚礼要顺利完成安尼就好啊。无安尼好啊，你先补充一下。 我这小妹就是好人无当，我是点么解释嘛好。太好，咱唔通让发现，紧来走。 蒙子啊，你是着狗了，这个啦！哀叫！这个，啊，蒙子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影，伊拄只雄雄公公走出来啊，跋倒，我要甲扶伊咧，才来哀叫啊！啊，你唔是咧包装，你来走出来啦？拄只内底电话，是不是？我看到做南京人内底啦。有可能啊。 你是不是看到行内底家己，所以才吓惊到啊？唉，迄个查某仔无命，你是不是恐怖片看伤多啊？我讲的是真实的啦，伊讲要让我逃命呢，我真啊，我拜托你了，我帮你代替伊啊，你另外找别人好不好？即马就要开始婚礼啊，你是不是叫我倒去找人啊？你哦，那是平常时歹代志做伤多啦。 即马只下安尼家己吓惊家己啦，甲你讲，你即马紧登去你的休息室，莫互人看到你，啊！我袂，我袂啦！你甲带倒来，是安怎？莫甲我讲含你一个查甫囝嘛，惊这代志啊？当然嘛无可能啊！那安尼就紧甲蒙子带倒去休息室，先煞叫迄个新娘秘书来甲包装，内就要开始啊，绝对袂用任何的失格残。 我走，对啊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就更危啊，不然怎啊？ 就正常的啊，行那边啊，啊，不安怎啊？